日要介绍嘅系 Stucco Italiano 嘅 Lava Stucco。呢款批灰嘅主要材料系天然矿物石灰，能够做到超过十款以上嘅纹理，模仿出唔同材质，例如火山口咁嘅坑纹、鳄鱼皮纹、水泥木纹等等，适用于室内或者室外。在讲解之前要提提大家，大部分原材料都是白色的，我们会按照客户要求调配出不同的颜色。 Lava 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材料，它可以配合多种色面效果，它的吸收性比普通石灰灰泥低，硬度高，因此亦可以作为底灰使用。以下是施工程序，首先利用油扫扫上一层底油，然后用批刀上一浸 Lava Stucco， 轻轻力推开薄薄一层，记得要均匀做晒成个施工范围。待干，跟住重复啱啱嘅步骤，涂上第二浸 Lava Stucco。今次冇需要好平均咁样涂上涂料，刻意做出不规则嘅粗糙感，咁样就可以模仿到唔同材料嘅外观，甚至触感，可以衬托到唔同嘅设计风格。以下系几款 Lava Stucco 嘅效果。如有任何查询，欢迎联络我哋。